老爸，很精彩。看了那么久的武兽戏，连我也不得不说一句，很精彩。啊，没想到老爸也有松口的时候。你呀，真想把它当事业做。对，我知道这会很困难，但是……那不重要。 我是说，困难是客观的，但它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决定、你的梦想，还有你的行动。想当年，我忆苦思甜，还是留给下次吧。总之，老爸，我改主意了，这风筝啊，也该往更高的地方飞了。老爸。
儿子。啊，干嘛突然这么叫？老是找不到机会说。其实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。哦。佳明，嘿嘿，你笑得好甜哦。有吗？我想去找闲云姨，找帮了我忙的朋友们，好好多谢下大家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就叫上大家一起，我们去放风筝吧。